其實我是做智障人士服務的護士嚟嘅，就係、是、一次嘅活動，幫一個媽媽同小朋友影咗一張相。其實佢哋從來冇影過合照，而嗰個小朋友兩三日之後其實就真係離開咗，所以就成為咗佢哋唯一一張或者亦都係最後一張嘅合照啦。咁所以對我嚟講，即影即有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。其實我細細個咧係成日喺醫院出入。反而變得我而家就好渴望周圍走，繼續睇多啲唔同香港嘅地方咯。平時可能真係太趕，大家趕住翻工，變咗完全冇時間留意呢個世界。其實有好多好特別嘅事，好多好好嘅 moment， 我哋錯過咗。做一啲比較大型嘅創作咧 ，iPhone 係會容易啲處理啦。我用 iPhone。影完之後，我就可以用一部 Impossible 開發嘅一部機嚟整翻張相出嚟啦。仍然都會堅持就係每一張相就係影一次啦。我每一次都要好慢嚟望我自己想要嘅嘢，亦都好慢去捕捉一